哎，你在发什么呆？我们还有作物要种。卡尔洛斯对上德克斯特，我把你砍掉的管子解开了，老板。 需要你清光炒山了，玩一个，我来打你！太棒了，我们就要栽培出美味的新品种灵西瓜了。 手下可以立刻攻击，好好善用他们。 脸皮的手下，真的很爱赖着不走。 you
在这里落地生根了。怎样除掉那些东西？好犀利的配方。等你准备好，我就要喷洒粘液了。无色，对上，弗洛普，欢迎来到我的温室。心中已经种下了种子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绽放。
些手下都不是蔬菜，把他们全部清掉。试试我的含笑半步钉啦！学发展的主要推手，不要害怕尝试新的东西。接下来，茉莉跟博士可能会需要你的协助。新来的嘛，去找我的助理，他会带你开始。德兰，该准备帮这些电池充电了。把牌桌上的手下都清掉，但是灵魂要留给我。还有别的计划。太不错！麦格瓦擦！我刚做好的指甲裂了。弗洛普收割作物，我们收割灵魂，其实非常相似。在玩命的关头，我来打你！手下之中还有手下，这样算双倍的灵魂价值吗？
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冲啊，华帝！不知道这是干嘛的？启动中，传送门准备完成，挑战。优秀的表现，说不定莫里根博士会用得上你的智慧。帮我清掉这些顽固的手下。地上，莫里根博士，动手吧，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。我的工作肯定会更复杂，你有办法处理吗？你喜欢我吗？我干铁滴，冲锋铁滴，走开！干铁滴，冲锋铁滴，走开！他们。
心是最大的美。我感觉怪怪的。可爱的手下，如此的有效率。找杰出的人才，现在突然是他们的灵魂。剑门出发，剑门出发。剑门出发。剑无虚发，或许活人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糟，做得好。以后最迟会更方便。